就开始了我们新一期的这个地狱厨房。那么我们厨房呢，这个啊，我们换了家餐厅，换了家厨房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厨师长的身份啊。那么我们的任务呢，是给更多的人带去幸福的料理啊，然后哎，让人们呢吃上幸福的这个啊食材啊，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毕竟已经9102年了啊！如果你吃不好，穿不好啊，那你还是个人吗？混蛋，是不是？那么这边好像更新了一个新东西啊，这玩意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哎，好，这玩意儿呢看起来有种像绞肉机的东西，嗯，绞肉机的东西。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，看看啊，绞肉机，嗯，应该是绞肉机吧？我先放点东西，咚咚，哦，不是。哦，这好像不能掉东西。等会儿，这玩意儿能放进去吗？哦，放不进去。哦，等会儿，它是绞肉机吗？我先确认一下啊，它是绞肉机吗？我用西红柿来试试，先放个西红柿进去啊。哦，可以放进去。然后呢？哦，哦哦哦哦哦哦哦。哦哦哦 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嗯，大胆的想法，哦，加了什么？啤酒瓶儿，哎嘿，啤酒瓶儿，好东西啊！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自动切割容器，哦哦，好东西。等等，看啊，这玩意儿啊，这玩意儿能点燃导火线，我操，现在还加了这个点燃导火线了。哦，阿伟死了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哎，那个是自动切割器啊，好，哦好，哦好，哦好，等会儿这个东西能切吗？我先看这玩意儿能不能切啊，这玩意儿应该是能切吧？哦，哦，好了，我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。这游戏怎么玩啊？幸福的料理，什么叫幸福的料理？哎，不要着急，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幸福的料理。好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先准备一些我们要用到的一些原材料啊，用搅拌机来试试。自动切割机容器，这个容器是放在这里面的吧？哎啊，这容器是放在这里面的吧？哦吼，是的啊，餐厅开业了，马上要接受菜单了啊！好好好，阿伟死了，阿伟死了，新菜单什么？三文鱼水煮配土豆，我们不能用平常的做法。很多人说扁桃啊，你给这种食材注入灵魂的方式，简直就是糟蹋食物，不尊重食物。所以说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，我们要给予食物一定的尊重，不能把食物放在地上。很多人说把食物放在地上。就是对食物的践踏，对食物的不尊重，所以说我们要让大家感觉到幸福，啊，是吧？我们首先啊，我们要水煮土豆，哎，是吧？水煮土豆煮起来，好，嗯，煮起来啊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了啊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了，好吧？不水了，我们真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了，好吧？什么叫水煮土豆啊，是吧？好，水煮土豆，哎，先关水。水资源啊，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啊，水煮土豆，嗯，挑俩新鲜土豆，嗯，好，挑俩新鲜土豆，放入锅中啊，炸至金黄酥脆，是吧？好，OK，那么看看啊，三文鱼柳啊，这个东西是吧？三文鱼柳，哎，好，三文鱼柳，拿出这个煎盘啊，给它炸至两面金黄，哎，好嘞。炸至两面金黄啊，开起来，瓷，炸至两面金黄，哎，好，嗯，我们要正确的去对待灵魂，不能把灵魂不能把这个菜丢到这个地上，也不能用鞭炮啊，这个煤气啊什么的，做什么召唤术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以为注入灵魂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其实我是受一位粉丝的影响，是吧？他注入灵魂了吗？并没有。这些人吃了之后有反应吗？没有什么反应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对吧？
要选用高端的食材，选用高端的食材。好，土豆，好，那么这边呢，哎，这个东西现在可以点燃引线，哎，我就有很多大胆的想法，哎，像这个 fire 的呼，再捡起来，哎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啊，是吧？很刺激，嗯，这个相当的刺激，相当的刺激。好，等会儿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哎，吃了之后，问题绝对不大，问题绝对不大。我们要好好的去做这道菜，给我们啊，等会儿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领口打结了，是吧？那个我们得这个给它解一解啊，是吧？上菜的时候把鞭炮点燃了，迅速上菜，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，你们是混蛋吗？是吧？是人干的事儿吗？真的是过分了哈！等会儿，嗯，这里应有尽有。等会儿我是卡了吗？嗯，哦，好像卡了，好像我现在什么都动不了了，有点卡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翻面了，哎，嗯。我这卡了吗？哎，我拿不起来这个东西了，在线等，糊了，哎，不是，我拿不起来这个东西了，咋回事？就很慌，讲道理。不是，就很慌啊，手炸烂了，手还能炸烂了？不是，这游戏还存在这种玩法吗？退了再进吧。问题是，我这按 yes 一键都没用啊，现在。我这他妈手还炸烂了，我操！这么牛逼的吗？这游戏告诉我们，这个手还可以炸烂，哎，那能叫医生吗？好像医生也叫不了。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不能够乱玩鞭炮啊，是吧？容易把自己炸烂，哎，不行，手炸没了啊。哦，现在我知道了，这新玩法有点这个，有点过火了。好，太真实了，手还能炸没了，嘿。太真实了，太真实了，这游戏我喜欢，太真实了，手都可以炸没了，嗯，这游戏太真实了，可以，简直喜欢，牛逼。